穿着和服便装，全身包满绷带的男人。我没印象啊，你搞错，那是建新那边的。是想交由我们调查这个霸占香港地区的男人。为什么不找建新啊？哦，很拽。哦，为什么不找建新啊？太可惜了啦。哦，在想什么？哦哟，强哎！哎，没躲掉。我躲掉哎、欸！No。真的很强，再一次。Go go go！吓死我！